8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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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用太快的退啊，你们确定能确定抢二的情况，就不要太快的 A 一下。这也是点信号说人在，但是地图上显示是在上面。不，可以稍微压一下 ，A 一下他 ，A 他 ，A 他 ，A 他。A 他 Q，A 他 ，A 他 ，A 他，要像这一波细节是什么？你的通臂，你的通臂不用太着急的，知道吧？你的通臂挂上的那个 A 不用太着急，你 A 能 A 到你该 A 到的目标。他们这个换血有点太不成熟了，像他们的像他们这些家伙的对线换血太不成熟了。这波这个可以干他，不是，你看这样还阴差阳错的把五个搞死了，卡他14个了，你说这卡，你们可以说这卡他的对线问题。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卡他的对线问题在哪？首先卡莎这英雄是个很手很短的英雄，知道吧，就是但是他的换血能力跟抢线能力是有的，所以说你对线你要么就不被换血放线等打野，要么就你阿菲罗斯不是 A 一般 A 卡莎嘛， A 卡莎用 A不要玩了，好烦啊，还有疾跑。
但他伤害还是蛮高的，但是我们到六级。出了什么装备？快走！好痛啊，一下子。哎，素层没吃到，应该也就一层，还好。六级的开印，我不是很理解。哎呦，往后走的话，他回上来。应该是我定住标到了。你他妈！控刀怎么打？我的控刀怎么控是吧？你看两场我的录像就知道我的刀怎么控了，就是很常规，一般常规控刀就按那么控就好了。他很烦哎。